没想到有可能成团才是真猎人，就是说，哎，没有第二个预言家跳的话，那小雨就是狼了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啊，再玩玩看一两场看看。好 ，OK， 慢慢熟悉。来吧，一开始要跑起来哦。好，好，躲起来，跑起来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喽！躲起来！哇，我的影子被人照走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关东煮小铺。关东煮开幕。等等，哪里有关东煮啊？有啊，这里啊，雪屋后面啊，关东煮啊，雪屋后面啊，对，雪屋后面有一个小吃。哦，我都跑超远的。那他都写什么？关东煮小贩，哎，甜不辣15块，竹轮20块，鱼丸。哦，好啊，烦心死了。小心死掉！我可以讲吗？你可以直接讲，可以讲，可以讲。我是忍者，但我想说，我这次不想回避。哦，你想要留到后面？对，哦，我后面是想要挡刀再用啊！加油 ！Q Q， 你可以点那个啊，坏心。嗯，不，点到，等一下，点到，直接这样留，这个是直接这样留吗？是我的话，绝对不会想杀你啊。嗯。不好说啊，有没有预言家想跳的？有没有预言家？对啊，有验到吧？没有验到就很难，就等没有就发个金水也好啊。是预言家，那个隔壁卖关东煮的是好人。哦，谁啊？你隔壁关东煮是谁？我本就是杰克。哦，是杰克吗？哦，对啊，这不招待你竹轮主厨模式啊！都招待你们嘞、欸，那竹篮被没收了。老板给我来一串。啊？不会，到了。至少女巫，等一下可以就直接，嗯、我觉得不管了、啊，就直接救小雨啊。对，让他可以多验一个人也好。对，真的真的，嗯、一定要确保他，因为现在只有他跳完，他一定是好人。对的，对的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。乱投，那怎么办？手不投吧？哎，有人投，谁知道谁要投啊？狼投的，哇，狼人直接投哎！哇，白天一定要只刀一个人，不然的话被冲票。哇，夸张！哎，可以请坐着说谁投谁吗？显示在哎，对啊，我对啊，其实不知道投票的状况。对啊，这样子。会有点麻烦，没办法盘啊，对吧？没办法盘啊，然后他最重要就是看投票的状况，对对对对，显示票数，杰克就都要这样，嗯，哇，杰克果然死掉了，如果是杰克死，哇，老板也死，因为他是那个，对，他是金水，金水，所以狼人一定会想杀金水啊，哦，现在剩，那我学一下好了，三，那我也要。我没办法，第二天就不行了，对啊，不行啦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嗯，那个吧，允月吧，允月，我是猎人哦，你也是猎人哦，那泱泱吧，哎，允月，你不要拉我，我是村民，你不要拉我，那泱泱啊，我已经拉了一个人哦，但是因为剩下六个人啊，是啊，剩下六个，对啊。那死的三个都是好人啊，所以狼已经绑票啦。嗯，是这样没错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那个狼人一起票泱泱，看看会怎样吧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因为你要票谁？不能看票的话，就真的是很麻烦。对啊，你看我刚刚都直接把小黑给冲走。因为我们投巧克力好不好？对啊，是你哦，是你啊。我就想说管他的，我就投啊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显示出来。你看一票当选有没有？哇塞！我怎么想不到？看我，反正我狼人都投泱泱。哇塞！天哪！其他人投巧克力啊，投巧克力。那也是3-3巧克力。3-3会怎样？哎 ，ID 排序吧 ，ID 排序吧 ，ID 排序 ，ID 排序。对他应该是照 ID 排序。哇，团里永远不会死。哇！是，哎 ，ID 排序或者随机也不知道。对，有可能投票之后就是 ID 排序啊。嗯，也是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。对啊，好人加油！刚刚狼都出来了，剩谁？好人加油！对啊，这样子剩谁？你们到底是谁？哎，你们这样，哎呀，小丽干嘛露嘴？你现在想你的室友，我觉得他们有可能。我已经绑了一个人了，嘿。嗯。哎，结果是泱泱，泱泱，居然是泱泱。是，我是村民。嗯，这样子哦，就不能讲，那就那个啊，依序发言，雨月先，雨月先吧。
我是猎人，但是我前几页绑的人，欸，都没有在当晚死掉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谁。下一位，我是好人春明，然后我觉得比较刚一搭一唱的可能是团团呢，好，结束要讲过，这个沉默。我是村民，我都看着窗外在发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是村民，你还不是村民了，我才是啊过。好，那好啦，我直接讲我是狼人。等一下我们直接一起票，那个狼人方直接一起票杰瑞吧，就这样子。哇哦，耶！票杰瑞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装了，默默的沉默了。对，默默的沉默了。他真的应该全部都投票，就直接进家一点。对对对，不然还要再多等。要再抽签。对啊，作者加油！你们作者加油！这东西可以加油，加油！很好玩，加油！对，加油！晚上哦，是团团死，还是我死啦？哎呦！演哪一出呢？哎，这是在演哪一出呢？究竟呢，欸？所以这样的话变怎样啊？到时候我们再看啊。其实这样只三个人，对啊。狼人如果再杀一个，然后如果假如说这样剩一个好一坏，其实对，这样如果变成一好一坏之后变怎样？很好奇。又会怎么变什么样？真的没办法。不知道。那对方后撤。对，因为你投错了，你应该投 Jerry 的啊。嗯嗯，因为你杀我，我是猎人，我就直接把你带走了。对对哦，不晓得最后剩一狼一人会怎样，但是以狼杀的话，一定是狼获胜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因为这个没有图边，对，没有图边比较累啦，比较累一点。所以请问第一晚是谁投我？啊哇，我就说不好说啊，我就说不好说啊。我想要带你一起走啊。欸，对耶，等一下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刚刚剩四个的时候，哈基是投杰瑞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杰瑞，欸，我投团团啊，平票不好投。我知道雨月跟杰瑞一定是投杰瑞吗？对，我看一下，我刚投。那雨月也是投啊，雨月绝对你没有记忆，雨月绝对是投我啊，不用讲，所以雨月是平票啦，平票随机咯。平票随机，因为可能刚才是在最后。没有，我要看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记忆。我前面选择央央，他对话框应该会显看吧？对，对话框会显你选谁，啊？我选择音乐，对啊，我选择团团。啊，你选音乐？我刚刚说投杰瑞啊，杰瑞的，杰瑞可以。哦，所以他有下一个票的话是随机一个，随机一个，可能是随机，也可能是狼吧，因为像我们两次都是狼，对，不太清楚。哇，哎，欸，那如果真的平票是狼死的话，哇，那这样好明显哦。超明显，我觉得应该是随机了。第一天你们有投小雨吗？我没投，我没投。第一天我没投，只有你吧，一票当选啊，就你一个投啊，一票当选。我想说，他这个一定投票直接投死他。超会，真的。作者说平票是随机死一个人啊，所以是我们运气不好，所以就刚好。对，我们也太衰了吧，超衰啊。那，我觉得还是那个吧，一般的模式比较，对，这个可能还很多要修啦。这个对，这个蛮多地方要修的啦，像是冲票啊，或者是那种技能施展，哎，至少拿出路线的，还有投票的，大家投谁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个也是白天投的，坐等一下，坐等更新，对，坐等更新。狼人杀就是从人家谁投谁去决定说怎么辩论。对，嗯，你看，轻松都买下一票走啊，好爽啊！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驳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完全没有点可以打。你的药是都没用还是？还都没用。我刚刚想问我要毒谁，我也不知道毒谁，乱毒又爆。我以为你要救自己，因为感觉打。对啊，因为你精神可以救自己。对对，我们去玩谁是杀手？嗯，杀手。OK。Happy 什么 ？Happy 什么？那我降一下版本，降一下版本。我也降一下版本，降一下。
欸，我全场唯一降版本的哦，你为什么跟我悍跳降版本？没有，我先是啊，我先跳的哦，我降是几版啊？我降是189哦，我是189哦，我是189啊，哇，我是188哦，我不降的哦。我去换183哦，跟我身高一样哦。啊？好啊？怎么都好？我穿高跟鞋不行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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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是还要唱歌。你想哎、欸，对，你可以穿，没关系。还要唱歌。你想可以穿，你想要的话可以。可以的，穿蓝色衣服嘛，然后高跟鞋嘛，然后还可以弹琴嘛。最近是不是演了第二季啊？第二季了，好看好看。换了，不要当狼，把你们全部都杀了。去来啦，让我们 party party， 好 party。啊，多一个挂号。你为什么要多一个挂号？不小心按到，你为什么多一个挂号？你想要被框起来是吗？哦，也不错啊。嗯，啊啊。啊，嗯，城池攻防战，什么攻防战？我在床战的画面。床战，你们这不在滚床吗？但不过这次是要40人滚、欸。对，哇，太多了吧？太多太刺激了，真的不行，床会坏。我的 IT 床会坏，我上个厕所一下。嗯。狼人杀，嗯，没有等你，我也去一下。你要去找团团。哇哦，团团上来上上来吗？原来说呢，感谢汤包包兄弟，那要憋有点久啊。持续憋着，忘记怎么进去了。什么什么进去？哎，还有两个没进来。没进来的举手，我没有看到，嗯嗯，没有看到邀请，你 ID 打错吗？在聊天室哦 ，you can't invite this player in your party， 你不是关闭邀请，对，没有关啊，我没有动到他，嗯，可是他姐不能邀你，看一下 ，ID 没错吧？ID 没错啊 ，ID 没错。你看那个、啊，没有。来吧。调啊啊啊啊！记得有一个可以调啊，说不定调到我进不去，因为你是太晚接受。哦，确实。有的，有的。还是这里你也重登看看。好。看你们在哪？就这，好，是血不行，行吗？我记得是头颅，你点那个自己的头颅，然后那个红石中继器那边有设定，我在看是哪一个。Invite 在那个啦，那个你头颅嘛、啊，然后那个地球右下角的右下角那边有一个屏障，那个屏障，你点那个屏障，屏障，对，然后都是绿色的、那个书，都是绿色的，是绿色的，哦、对啊，你把它点到变五，就是那个灰色燃料，好了，然后再重登一次，那这个点完都要重登，嗯。OK， 哎，有了，加了，有了，有的，那可能还是有点小影响，嗯，跟行业有关系，他可能判定你是病毒之类的，啊，被判定了，啊，那那不是那个情绪定，那个白血球，所有的东西可以设定说你要安全性高、中、低。还是哦哦，他刚调的是低，他低居然就把你挡掉了，所以应该是哇哦啊，双杀首场啊！哎呦哦耶，这个的跑步从来没有跑成功过哎，时间太短了，来不及，太短了，真的太短了。我日常上镜，
你要上警，你又要给警徽了吗？我等下会退水。上级，好，警徽，我杀手几率只有六%。我杀手几率只有六%哦。你是我的 YT 只有六%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玩有当过啦。Oh. 哎呦，小雨，你刚刚几%啊？11。哎呀，小雨，哎呀，哎呦，也太高。十一，高，十一而已，我16，拜托，哦，哇，你边喊16，哎，谁想害侦探啊，白痴哦，谁啊？哎呀，谁？猪妈妈，哎呦，开杀了，开杀了，这个好像是王座这边的人，真的没有看到，呀呀，快跑，哎呀呀，被杀了，一个蓝